哥，你回来了吗？哥，你在里面吗？不是我，还有谁啊？你昨晚去哪儿了呀？怎么一天一夜都没回来啊？局里有事儿。哥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我找到赵立峰了，他之前在我们家被叫了，而且受了刀伤，不过没什么大事儿，我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。 夏香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说你，先接电话吧，有事儿待会说。